向三连胜，花花左腹撞伤。兄弟象昨天在台中迎战南明狗桃园，吸引7000多球迷进场观战，球迷热情加油，比赛当然不能落亏喽。象队周思齐第6、第8局两支关键安打，加上大胆盗垒，利用桃园守备失误攻下制胜第3分。兄弟象中场以3-2击败南明狗桃园，逆转获3连胜。周思齐获选单场 MVP。象队派出陈宏文先发，他一开赛投得并不顺，前两局就被打5安，各丢1分。所幸队友打击相挺，除周思齐关键安打外，潜伏至单场3安打，也获得本季第2次猛打赏。桃园第7局本有得分机会，余德龙击出中外野平飞球。象队张志豪应该是球落地后才接近手套，但裁判误判出局，连带使安打上垒的黄浩然出局，桃园反攻受阻，无力再反扑。象队虽赢球，第9局最后一个出局数却出现守备球员接飞球相撞，张正伟左腰受伤，痛苦倒地，伤势仍待观察。兄弟象除拿下3连胜，回台效力第3年的曾松伟也以单月4胜1败、防御率2.48的成绩，生涯首次抢下单月 MVP。 动新闻台中报道。